这是他被困荒岛的第四天，他饿得前心贴后背，抓到一条小鱼就塞进了嘴里，可嚼着嚼着他有点想哭，味道一言难尽。他又盯上了螃蟹，可稀稀拉拉流出的蟹肉让他怎么也下不去嘴，想吃烤螃蟹又没有打火机怎么办？那就钻木取火，书上说过用削尖的木棍不停钻木头就能摩擦生火。他照葫芦画瓢，放些碎纸在摩擦点，然后快速搓木棍，这一搓从下午搓到了晚上，他膀臂发麻，可一点火星都没见着。哎，书上都是骗人的。他不甘心，第二天换了一个稍微省劲的摩擦方法，把碎纸也换成了易燃的松树毛，劈头盖脸又是一顿磨。可没想到用力太猛，树枝突然折断伤了他的手，他瞬间崩溃了。发火解决不了问题，冷静之后他又捡起被扔掉的排球，上面染了一片血，汤姆突发奇想，擦擦抹抹在上面画出一双眼睛一个嘴巴，这看起来像个人脸，汤姆给他取名威尔森，轻轻把它放在树桩上，正对着自己。说来奇怪，在威尔森的监工之下，汤姆心里的压抑和焦躁减轻了不少，他干得格外有劲，直到汗流浃背终于冒起了白烟，他激动地用嘴去吹，可吹气太猛火星灭了。虽然失败了，但他看到了希望，像打了一针兴奋剂继续摩擦取火。等再次冒起白烟，他趴下身轻轻地吹了几口气。看着熊熊燃烧的篝火，汤姆欢呼雀跃，开心得像个200斤的胖子，一本正经地对着大海介绍他创造的火种，像在炫耀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品。有时候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男人名叫汤姆，他是联邦快递的高管，时间管理大师，十足的工作狂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世界各地到处飞，因此和女友玛丽聚少离多。平安夜这天，汤姆临时接到一个运送任务，玛丽匆匆送了一块怀表做圣诞礼物，依依不舍。汤姆允诺一定会尽快回来，但世事难料，平安夜这天上帝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遭遇雷暴天气，偏离航线200英里，与塔台也断了联系，随后货舱突然爆炸，飞机受损急速坠落，机组人员想尽办法迫降，最后坠入海中。危机时刻，汤姆迅速拉开救生筏，巨大的浮力成功将他带到海面，外面波涛汹涌，大雨倾盆，他紧紧抓着绳子，顶着肆虐的风雨，随着海浪越飘越远。第二天，汤姆在小岛醒来，他的传呼机已经进水，怀表也不走了，他站起来对着海面呼救。他又走到树林里，没人回应，这是一座荒岛。他不敢想太多，本能地开始求生，先在沙滩写下大大的字母，希望路过的飞机可以看到，然后积极搜集物资，捡起飘到海边的快递以备不时之需，然后把救生艇拉上岸，用它搭上一个简易的棚子。汤姆格外想念女友玛丽，他眺望家的方向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日落的美景却也泛着浓浓的忧愁。夜深人静，树林传来咚的一声响，吓得汤姆一激灵，他竖起耳朵瞪大眼睛看向树林，可什么也没出现。一个人睡在荒郊野岭，说不害怕是假的。他蜷缩在船上，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圣诞夜会这样度过。第三天，汤姆发现沙滩的字已被海水冲掉，他只好抱来树枝，再次摆出求救信号，等待救援。他又捞出很多快递盒，但并没有第一时间拆开，因为他相信搜救队一定会来救他。可就在这时，怪声再次传来，汤姆立马紧张起来。虚惊一场，原来是熟透的椰子掉在地上。这下渴了2天的他终于有水喝了。汤姆将椰子往石壁上猛砸，但没有砸开，他又抓起石头猛砸果壳，结果石头碎了，椰子都没碎。第三次，汤姆用石头尖角划开外皮，最后终于成功剥掉了外皮，扎心了，里面的椰汁洒了一地，费了半天周掌却敲了个寂寞。第二次他学乖了，用尖石慢慢凿开一个小洞，终于如愿以偿地喝到了椰汁。随后他开始观察地形，远处有座山能俯瞰小岛，费了9牛2虎之力爬上山顶，举目远眺，四周被海水包围，无边无际，连个岛屿都看不到，更没有货船经过。但他眼光一扫，突然发现海边飘着一个人，二话不说连忙跑下山，结果走近才发现这个人早就死了，已被海水泡得不成人样，是他的同事。他将尸体拖上小岛，拿走他身上的鞋子和手电筒，然后将尸体安葬，并为他刻上墓碑。如今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夜晚，汤姆睡在一个山洞里，他控制不住对女友的思念，手电筒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盯着照片久久无法入眠。
接下来几天，渴了就喝叶子上的露水，饿了就去插云，虽然每次都无功而返。这天黎明，他们看到远处点点亮光，定睛一看，是艘货船。他们激动地大声呼救，货船没有停下，他又拿出手电筒打出求救信号灯，可终究还是错付了。远处的货船越走越远，汤姆失落又不甘心，他心一横，划着皮艇往前追，可一波巨浪打过来，他被直接掀翻海里，暗礁刺破救生艇也划伤他的腿，痛得龇牙咧嘴。他拉着泄气的皮艇一瘸一拐地走回岸边。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，顷刻间乌云密布，暴雨打头，他瞬间变成落汤鸡，踉跄地爬回山洞避雨。他浑身发冷，披上唯一一件毛衣，喝了几口地上的脏水便昏了过去。更糟糕的是，手电也因为电池耗尽渐渐熄灭。第二天醒来，汤姆已经弹尽粮绝，无奈之下他决定拆快递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第一个快递只有几盘录像带，第二个是一份离婚协议书，第三个是一只排球，随后是一双溜冰鞋和一件纱裙。拆到最后一个快递，他突然停手，盒子上被人画了一对翅膀。犹豫了片刻，汤姆并没有拆开，反而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好。他不忍撕掉翅膀，总要给自己保留一份期待和希望。他用纱裙的丝线做成简易渔网，第一次凭实力捉到一条小活鱼，二话不说一口吞下。有了捕鱼的工具，但总不能一直吃生的。他学着钻木取火，无数次失败之后才取得火种，美滋滋地吃上烤螃蟹。可也就是这顿大餐，让他吃了不小的苦头。汤姆本来就有一颗牙不好，吃完螃蟹之后牙疼得死去活来，忍了一天，最后心一横，拿起溜冰鞋将冰刀一端插进牙缝，再抓起石块。时间一晃就是四年，汤姆始终没有等来救援。此时蓬头垢面，骨瘦如柴，生吃鱼肉，眼神呆滞，就像一个野人。他本已对回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，可海狼带来的一样东西却重新点燃了他回家的欲望。那是一块塑料残骸，竖在地上，风一吹。汤姆眼中闪过一道光，激动地对威尔森说，有帆了。没错，这块板子可以做船帆，带他乘风破浪离开小岛。四年里，汤姆始终没有丢掉时间观念。经他计算，三四月份潮水最高，风又吹向海上，是出发的最好时机。但现在他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准备，必须要快。他伐树做木筏，没有绳子就扒下树皮编成绳子，可砍完了岛上所有树皮，绳子还是不够。他对着威尔森抱怨，没时间了。威尔森盯着他，仿佛在说，你怕什么？那个地方明明有。那个地方是一处断崖，一年前汤姆绝望求死，做了一根绳子准备吊死自己，但他事先用木人做了实验，结果树枝折断，打消了他求死的念头。他拿回那根绳子，告诉威尔森，不管怎样他都要拼尽所有冒险一试，他不想在荒岛上度过余生，而且余生只跟一个排球说话。说着说着心头烦闷，越说越气，抓起威尔森一脚将他踢了出去。但随后他立马后悔，撒腿跑出山洞去找威尔森。威尔森已不是一个排球，是他最至亲的朋友，为他排解了四年孤独。他祈求威尔森原谅，发誓再也不会这么对他，然后用自己的血给威尔森补妆。一个多月转眼就过，这一天风向转变，机会到了。汤姆在石壁刻字留念，带上怀表、快递以及威尔森，登上了木筏，浪拍船头，船压海浪，荡飘飘飘荡荡，他奋力划桨。等巨浪袭来，他扬起风帆。冲破巨浪，再无阻拦。看着生活了四年的小岛渐渐远去，汤姆百感交集，前途未卜，但绝不后悔。就这样，一人一船随波飘荡，一切交给天意。只要下雨，汤姆就储存雨水解渴，饿了就下海捕鱼。可突然一天夜里，风雨大作，吹走了船帆，木筏也差点散架。第二天，等他睁开眼，却发现威尔森掉进海里，飘出了很远。他一头扎进海里，游向威尔森。但距离太远，还要拉住木筏不能松手，最后体力不支，只能放弃。 I'm sorry, Wilson. 他把威尔森弄丢了，自责愧疚，泪流不止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躺在木筏上，没有了力气，皮肤已被严重晒伤，不知漂了多久，一艘巨大货轮从他身边驶过，他终于得救了。四个星期以后，他剪掉头发，刮掉胡子，穿得干净整洁，走下了飞机，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世界。但他并不开心，因为物是人非，他并没有等来自己深深思念的女友玛丽，等来的却是玛丽的丈夫。
窗外的玛丽泣不成声，情绪崩溃，不知如何面对。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，汤姆心中一阵绞痛。本以为流落荒岛，自己失去了整个世界，但没想到回来以后才真的一无所有。亲朋好友为他举办了派对，突然的热闹让他很不适应。四年时间，他早已习惯了安静。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海鲜，螃蟹的个头比他自己抓的大多了，可他一点也吃不下。便利的打火机轻轻一按就能打火，但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反而容易失去幸福感。汤姆无法入眠，拿着怀表冒雨来找玛丽，想把话说清楚。刚到门口，玛丽立刻打开了房门，原来她也没睡。两个人的内心都装着一片崩溃的世界，但又尽量装得若无其事。玛丽已经有了女儿，生活幸福，汤姆知道一切不可能重来，将怀表物归原主。他依然对玛丽充满感激，是对她的思念支撑他熬过了孤独的1500天。玛丽没有错，她也依然爱汤姆，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，甚至还保管了汤姆开过的汽车。今天汽车物归原主，带着忧伤遗憾，汤姆开车离去。但这时玛丽心头一酸，突然冒雨冲出了家门，汤姆闻声返回，雨夜里两人相拥。汤姆将玛丽拉上车，本以为会有一场奋不顾身的私奔，但没想到汤姆潸然一笑，然后将玛丽送回了家。他们都是对方心中挚爱，但对玛丽而言，爱情已不是生活的全部，爱她不一定非要拥有。汤姆离开了这座城市，他亲自开车赶到西部一个农场，将珍藏了四年的那份快递送到了主人家，留下一句话：这个快递救了我一命，谢谢。开车来到一个路口，前面有四条路，他不知该走哪一条。一个美女开车停在面前，热心地为他指路。女人笑的样子很美，而她的车上就画着一对金色翅膀。原来她就是那个快递的寄件人。汤姆站在十字路口中央，他没有想好走哪一条，但四年的荒岛生活让他明白，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未知和不确定。重要的不是选择哪条路，而是上路的心情。眼前的困境只是暂时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，谁知道潮水会带来什么惊喜。荒岛求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当你失去弥足珍贵的人或物，余生该以怎样的心态活下去。如果你此时也深陷迷茫和困境，不妨看看这部电影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悟。更多优秀的冒险电影咱们日后接着说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江湖路远，咱们后会有期。